呦，大家好，我是夏虫，请多指教。本期视频呢，就是我体验了2077的。哎，等一下，再等一下，重来啊，重来。呦，大家好，我是夏虫，请多指教。本期视频呢，就是在我体验了2077的4小时试玩之后的 Q&A 环节。哎 ，Q&A 汉语叫做 Q&R， 英语叫做 Q&A， 扑克牌用语叫做 Q&Ace。大家可以发弹幕提问各种问题，或者是等视频发布之后呢，在评论区留言，我也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当然，如果我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我就会装作没看到那条弹幕或者是那条评论。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说明几个地方的。首先，我体验的依旧是6月份的媒体试玩的版本，其中因为试玩原因呢，有很多功能都是被禁止使用的，例如锻造功能，其用意呢就是想让试玩玩家可以更关注于其他的功能或者是主线剧情。本来就4个小时，你还整这么多复杂的功能，估计一半时间都会变成游戏的新手教程。其次呢，为了更好的试玩以及串流的体验，还有一些游戏的设置会和最终版本有所出入，例如人流量和警察的 AI 治理都有所调整啊。另外，最近被很多网友炒得很热的地铁站的话题，我在这里声明一下。国内的官方工作人员表示，因为地铁站功能还需要调整和改进，所以才在试玩中禁止了这个功能。但是地铁站功能会不会出现在正式版游戏中，还是会在上线之后作为更新内容上线，还是说会完全的删掉，波兰官方呢还没有明确的表态。所以希望呢大家就不要过分的去解读，让我们都等一等官方的表态吧。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先对试玩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啊。一共就4个小时，而且区域呢锁死在沃森地区，所以诸如啊夜之城中的各个地区有什么风格上的区别之类的问题啊，我也没有办法回答。好了，废话之后，让我们进入正题。来吧，来吧，朋友们，主角出生的那个大楼能探索吗？目前我只能探索地下停车场，我初始那一层楼。有没有类似昆特牌的小游戏收集品？收集品就是视频中提到的那个记载信息的芯片。小游戏的话，目前我只接触了黑客小游戏啊，就是在之前的2019年演示视频中出现过的。楼可以破坏吗？玻璃是肯定能破坏的，但是其他的桌子、墙体之类的，我忘记看了，好像有一点点那种能破坏的感觉。哎，有手机吗？手机目前只能打电话，然后有那个联系人名单。可以凹凸全装吗？这个我上期视频提到了，完全可以。能捏好看的小姐姐吗？可以。捏人的话，我就不太想多提了，因为这种话题很有可能不方便说。死后有什么惩罚？没有什么惩罚，只是说你这个独挡可能需要一定时间。内部可进入的建筑多吗？我接触的不太多，因为我也没接触太多的楼。如果大家看我上期视频的话，就知道我连主线剧情都没有玩完啊，就是序章的主线剧情都没有玩完，我就是根本没有去体验一些开放世界。NPC 互动怎么样？我在喝水啊。 NPC 互动的话，说实话并不是特别多。它的 NPC 吧，你在右上角地图中会有所显示啊，普通的 NPC 都没有任何的符号的。然后一些不太重要但是还可以的 NPC 呢，就是会有一个绿色的点当做符号，然后重要的 NPC 呢就会有一个特殊的符号。普通的 NPC 你跟他说话呢就有一两句话，就干啥呀。然后当时在荒坂公司大楼里面，然后可能就是以同事的身份互相打打招呼，哎，又看到你了什么的，最近工作怎么样之类的啊。然后如果是绿色的点的 NPC 可能就会说多一点话，然后甚至还有这个其他的话，例如好像是他会跟你寒暄啊，上司怎么怎么样了，然后你就可以问他，哎，上司他的脾气怎么样啊，也算是一种游戏的背景资料的介绍。折叠枪有没有？我才这个序章就是还没有看到绿色品质以上的枪，然后得到的枪也就几种，就是一个是手枪，一个是手枪大小的霰弹枪，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大的那种霰弹枪嘛，就是预告片里都见过那种武器，我还没有看到太多。捏脸的颜值符合东方人审美吗？捏脸我没有太细看啊，我没有太细看。大街上 NPC 多不多？还可以，挺多的，也是因为试玩原因，然后那个 NPC 数量有所调整啊。但是在白天的片段还是会有一些的。我试玩的过程中可能跟那个 GTA 5差不多， GTA 5单人版模式的 NPC 差不多。路人可以随便杀吗？路人我没有杀，因为我一开始都不知道如何掏枪啊，就是在你进入战斗的时候它是自动掏枪的，然后你没有战斗的话呢，你就是不能自动掏枪。但是我一开始没有摸索出来如何手动掏枪，所以路人的话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随便杀。但是警察你可以随便杀，因为警察你一接近警察，大家知道那个 V 的公寓楼楼下就有两个警察是吧，然后我一过去，然后警察你就能看到序量条，然后我就直接劫持了一个警察，然后另一个警察看到我了，然后就通缉我，然后我就把第二个警察也杀了。哎，非常的厉害。翻车的可能性大不大？我个人当然就是希望不会翻车了，但是客观的来讲，我只玩了这个序章对吧，如果说蠢驴恶心点就只做了序章部分的游戏，然后还要跳票，那也有可能啊。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发生，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跳票吧，要不然我真的是扛不住了。车辆可以改装吗？目前我没看到。有天气系统吗？我试玩的时候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到有天气系统，但是有昼夜系统，射击能射，能歪射吗？歪射是啥意思？我能射歪，反正第一人称开车舒服吗？我都是用第三人称开车的。通缉系统如何？目前只知道就是分星等，就是我试了一下开车撞路人非常的爽，然后就直接三等了。三等之后我就那个独挡了，独挡一面嘛，独挡了。然后杀警察好像是也被通缉到了三星，好像还是一星忘了。能冲吗？我就四个小时试玩，你让我冲什么？我这是那冲起码得一个小时起跳啊，不够冲的。帧数稳定吗？帧数挺稳定的。因为这个可能就是他们的服务器也是这个硬件也很好啊，可以主动存档吗？可以主动存档。游戏有难度系统吗？因为试玩版本中除了调制手柄的设置没有任何其他的设置，所以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有没有难度系统，不过应该是有的。那里可以捏多大？胸部的大小是锁死的，它好像有个那个滑条你可以调整大小，其他的部位也不好说。能帮派覆灭吗？朋友，我是序章，帮派都没见到几个就开始覆灭了。就衣服花样多吗？能买到50夹克吗？衣服花样我觉得还挺多的，而且买的话我没有太留心，因为道具什么的都是跟街头声誉绑定的嘛，你街头声誉不到，它有个图标就挡在那个装备的样式前面，我也看不到什么图标。可以偷东西吗？哎哎，真说到点子上了。这个问可以偷东西吗的朋友啊，一看就是没看我上期视频的人。一般的那些柜子什么的都可以随便拿，但是有一次我在路上的时候呢，拿一个箱子啊，因为我在扫描的时候发现这个箱子里面有紫色的装备，然后我就去拿了。但是呢，旁边有三个帮派小混混，然后他们就有一个警觉条的这个显示，所以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这个拿他的箱子，这个箱子是属于他们的呢，还是说只是不小心看到了。是那个影子跳动厉不厉害？53就有这个影子跳动厉不厉害？不厉害吧，影子不会跳。平时可以第三人称吗？暂时不能。潜行被发现几率高吗？还挺高的。你如果说动作特别大的话，就会被发现。手枪是公是母？有问号吗？有问号，问号很多。有狙吗？有狙，但是我没有用到。剧情情节怎么样？能使用小平头吗？小平头没有见到啊。改造就永久的还是装备？我也没有改造系统啊，就是没碰到改造系统。动作流畅吗？动作挺流畅的，夸夸就是揍。如果不想装特殊一体，能通关流程吗？可以，就是除了主线剧情强制安装的两个赛博一体的话，其他都可以选装赛博一体。太刀怎么样？没用到，因为太刀的等级太高了。外骨骼机甲有吗？外骨骼机甲敌人有，我还没碰到啊，试玩啊，朋友们，我才两三级，到时候捏的还男的还是女的？我当时捏的是女的，我玩游戏就是这样啊，有女不选男。萝卜或者车还能上房吗？还没上房过，但是可能会有上方，不是这个 CDPR 传统记忆吗？有爱情线吗？没有。玩这游戏吗？没有。整天感觉有纳闷吗？浓不浓？感觉有纳闷吗？什么味儿啊？洗洗澡吧。洗澡漏点吗？洗澡没漏点。洗澡就是你洗澡你还看自己吗？漏不漏点？夏虫没看到朱棣伤不伤心，请你出去别谈伤心事儿。主角配音感觉如何？主角配音挺好的，因为配的是英语，我也听不出来好坏啊，对吧？所以你就觉得啊，听不懂就是好的。捏人可以捏成2米高的壮汉吗？捏人暂时没有身高的选项，多高会摔死？好像我还没有去试啊。两米跳下来能不能摔死？可能能吧。酒吧多吗？有特殊服务吗？特殊服务场所整个地图中可能有那么两三个吧，我记得是，因为我可能探的地图也不多，就是我能去的区域只在沃森地区，但是我在地图中能看到整张地图的这个 NPC 的图标。画面怎么样？挺好哇。人物有什么技能？有非常牛的技能，有非常牛但是你可能不会用的技能，有非常牛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怎么用的技能，有不太牛你也不会用的技能。200多个技能你让我怎么说？试玩是开了光追吗？我其实不太知道光追是什么效果，不过我开了那个我房间的日光灯。能改枪吗？能改枪，但是我试玩中没有这个系统。朱棣漂亮吗？挺漂亮的，要不然能成为我老婆吗？那个冷却时间30分钟是现实时间吗？确实是现实时间呢，对吧？能裸奔吗？我的天，你能去找心理医生吗？角色代入感强不强？强啊，特别强。武器有品质吗？有品质，品质保障，还有那个3年保修期，在3年之内你保证能把你的妻子修了。哎，3年保修期。下期视频会什么时候出啊？等我通知啊，大家可以看我那个动态。赛博朋克肯定有点光污染的，你觉得有光污染你就把显示器调暗点呗。能 SL 吗？ C 版 load 是吗？可以可以。朱棣能透吗？请你出去。
特殊服务有过程吗？有过程。哎，我给大家详细说一下特殊服务的过程啊。就是第一步你走在马路上，第二步呢你发现旁边有人说，哎，小哥哥来玩啊来玩啊。第三步你走进去了，第四步你被警察抓走了，第五步你被破土挡。手枪可以放生吗？放生就是扔了呗。可以可以啊，可以可以。对，就是你不装备这个手枪，然后你可以选择把它扔掉，把装备扔掉。汽车能被敌人打炸了吗？还没被打炸过。装备有耐久度吗？哎呀，这个没注意。因为大家知道我玩游戏都是无伤嘛，这个试玩的时候我也是无伤的，所以我也没有那个看装备耐久度。这对我来说有没有都一样，是吧？有没有玩到什么有意思的支线？我连主线我都没玩完，我都没见到我的老婆，你问我有没有意思支线啊，气得我都破音了。试玩的时候能感觉游戏质量如何？挺好挺好。游戏中的一天等于现实世界多久？8个小时。有负重吗？格子多不多？有负重，负重是200公斤吧，它没有单位。但是200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小手枪还是一个武器，可能 4.5 差不多这个概念。可以在2077里玩独立小游戏吗？可以啊，你就打开2077游戏，然后你再打开一个独立小游戏呗。超梦种类丰富吗？丰富啊。游戏中资料集里面显示有6种超梦种类啊，具体哪6种呢？等我之后视频。广告重复度高吗？还蛮高的，蛮高的。大家可以看这个画面中的实际演示视频，都有重复的，所以还可以啊。但是这种广告吧，慢慢慢慢加是吧？就无伤大雅。可不可以和路人拳击？暂时不能。如果打平民是一下秒吗？我没打过平民，我是这个比较友好的市民。第一人称别扭吗？还行，我玩的时候起码没有眩晕的感觉。就是大家不要觉得第一人称就一定眩晕，有的时候这个眩晕感嘛，可能是这个游戏的手感和你显示的设备的原因，并不是说每一个第一人称游戏你玩起来都会眩晕。对吧？可以打牌吗？你那个把你的手枪命名为牌，你就可以打了。自由度感觉怎么样？非常高啊！这个 RPG 游戏就是自由度。NPC 智商高吗？挺高的。有手柄辅助射击吗？有。吃显卡吗？我不吃啊，不好吃。捏 JJ 吗？那个林俊杰可能不会让你捏，你也捏不到他。地图多大？有一个叶之城那么大。敌人种类有多少？种类啊，有人类敌人和非人类敌人。你爱我吗？你是谁？卧室窗户还能互动吗？没了。一看你就是没看我视频的人，请你出去。有动物吗？可以养吗？如果人类不算作动物的话，好像没看到什么其他动物。多高摔死？就是你点个脚后跟，然后你猛地落一下，你就摔死了。车有电台吗？有电台。我坐的车大概有10个电台，10个左右电台。可以透路人吗？朋友，你是那个想透想疯了吧？安装了一体，角色外形有变化吗？我没有安装特别多的一体，我安装的一体就是一个赛博眼球，还有一个手下皮质，手上这个皮下什么装置，那个装置你能看到是有变化的，在演示视频18年演示视频中那样。哎。摩托爽吗？这个试玩版本中那个禁用摩托。人物的面部表情僵硬吗？不是特别僵硬。这个面部表情大家可以看演示视频，就是一样的。 BGM 有那味儿吗？哪味儿啊？有那味儿。我好像听了那个一个电子乐台，哇，特别味儿。我都特意为了听那乐台，我都把那个窗户打开透气了。 Jackie 受什么教育？可能那个胎本吧。和你期待的有啥区别？和我期待的唯一区别就是发售的太晚了。有女朋友吗？有啊，朱棣啊，不跟你说了吗？啊，你是问女朋友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在这里再次澄清一下啊，朱棣是我老婆，其他的各大漂亮的游戏中的女性角色才是我的女朋友啊。冷却时间是现实时间吗？是现实时间，没错，30分钟就是现实时间。第一人称看上去舒服吗？我没感觉有任何眩晕。女 V 会生宝宝吗？不会吧？看一下每辆车音乐一样吗？应该一样的电台吧，都能收到差不多电台。赛博化能有多高？赛博化能有多高？按你原来的身高基础上再加点这个内置增高鞋垫那么高呗。 UI 改没改？ UI 改没改？哎，这是好问题啊。 UI 改没改？跟这个最新的叶之城第一期的演示视频 UI 一样。战斗系统对比18年演示有变化吗？挺大变化呀，大家可以参照这个最新的叶之城的演示视频。晕第一人称能玩吗？我不晕呢，所以我也不知道晕的能不能玩。那下次我玩的时候，我先这个原地转50圈，我再玩一下，然后看能不能玩。车是不管多远一点召唤就直接出吗？出现在身边没有啊，它会出现在大概开过来还要5-6秒的时间，就是可能就是你视线内你看不到它，但是它哎马上转过来，可能4-5秒之后就会自动开到你身边。安装每一个一体都有动画吗？都要去医生那吗？我唯一安装的两个一体就是在一体医生维克多那里安装两个一体，就是跟18年演示视频中的一样。再安装的话就是没有达到那个环节。螳螂刀还有吗？还有还有。你玩的时候拿到过收集物吗？拿到过。收集物就是芯片吗？能在全世界各地搜集的芯片，里面就跟那个巫师三的书籍一样。能在路边吃饭吗？暂时没找到，暂时路边摊互动不了。面具有属性吗？我没拿到过面具，不过应该有属性的。
紫装与蓝装区别在哪？区别在于颜色。我都没捡到过紫装。我说试玩，朋友试玩，蓝装都没找到。游戏中有小孩吗？有。动作流畅度怎么样？会感觉僵硬吗？我没感觉到，可能我自己本身就肢体僵硬，所以感同身受吧，所以没感觉出来。一定要手柄吗？试玩是一定要手柄的，但是正式版游戏不需要。饮料有什么效果吗？有效果，可以回血的，有些可以回体力的什么的。 AI 智商如何？还可以。多人 DLC 在做了吗？我不知道啊，可能没有吧，现在本体还没做呢，那没做完呢。还没做是啥意思？试玩可以跑墙吗？即时游我也跑不了，因为试玩我这个技能什么都没学。主角可以弄成大胖子或者畸形吗？好像没有身形的改造，没见到。子弹是自己要买的吗？也可以，也可以搜刮。我在这个游戏试玩的时候都没有买子弹。捏人能捏得好看吗？可以啊，你把自己的标准降低点，什么样人都好看。酒吧的酒多吗？我没去酒吧。闪避系统做的如何？对于这我这种莽夫，我都没用过闪避。准心可以自定义吗？试玩中没有，因为试玩中呢，除了我手柄的设置，其他设置都没有显示。主角死亡后会怎样？就是读条，然后重生。手机能玩吗？你手机可以看我直播，就相当于玩了呗。杰克能不死吗？你要不推进主线剧情，他就死不了。官方说的一人不杀通关是不是吹牛？不是啊，应该是可以不杀一人通关的。在这里补充一下，根据我的记忆，好像如果 V 从后背潜行擒拿住敌人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定的选项，就是非致命的弄晕，以及另一个选项就是致命的杀死他。所以如果想要不杀一人的话，应该是需要潜行路线，或者是通过选项来避免战斗。死后会扣钱吗？没注意，好像是不扣。车有自动驾驶吗？我还真没注意，不好意思，我没有发现有没有自动驾驶。巫师三有没有自动驾驶？巫师三也没有，那估计悬，看看吧。你去过几个区？红灯区，沃森区。会下酸雨吗？游戏介绍中说有，但是我还没碰到。武器种类多吗？还可以，还可以，比我们想象中的多。之后出技能视频中会提到。你有看到第三人称动画吗？没有，在试玩中没有，但是听说是有的。捡垃圾多不多？不算太多，没有巫师三那么严重。武器贵吗？挺贵的。哇，有些武器几千块钱，然后你可能杀一个人才获几块钱。汽车可以转换视角吗？有三种视角，第一人称、第三人称近、第三人称远。昆特牌有没有？暂时没碰到。有多少巫师彩蛋？我发现的巫师彩蛋我都说了。捏人的时候 V 声音可以变换吗？暂时只有一种男生和一种女生。人物升级快吗？快速升级的方式就是完成任务，但是我任务完成的比较少，所以可能对于我来说就相对比较慢一些。有没有死亡惩罚？目前没看到。死亡惩罚就是要读条，然后目前来说试玩版本的这个自动储存的间隔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官方已经得到这个反馈了，估计加一些自动存档点还是没问题的。可以拍照吗？拍照模式应该有，官方说是有了，但是试玩中没个，就是没有体验到。商店多吗？挺多的。富甲一方可以买下夜之城吗？买不了吧。七八个有头发吗？有头发不一定有，毛囊应该有。可以随时存档吗？应该。战斗中能不能存档我没试，但是平时是可以随时存档的。哪挣钱快？你别玩游戏，去找个兼职挣钱最快。目前为止你有哪些技能？我技能特别多，耍嘴炮、打退堂鼓、咯，都是我的拿手好戏。官方说这个城市是立体的，你体会到了吗？体会到了，对吧？我这个串流的时候还得上下层来回跑的串流。有理发店吗？理发店没看到。鞋子全是匡威吗？不全是吧。看到其他怪物和其他生物吗？暂时没看到，但是设定集里面不是有其他生物吗？应该会出现。可以养宠物吗？并不能。 V 有没有手机？可以有手机，但是目前只有打电话的功能。我玩的时候用什么配置？我是串流的配置啊，我是1080的显卡，但是我如果正式版游戏玩的话就是用 PS Pro 玩，然后之后会入手 PS5。 厂商武器之间区别大吗？可能会很大吧，我没太注意厂商武器之间有什么区别。游戏里的小姐姐们漂亮吗？挺漂亮的，有我朱迪老婆能不漂亮吗？ NPC 重复多吗？不太多，我感觉不太多。大家可以看看那个演示视频里面火线夜之城的演示视频。武器有等级系统吗？有，它的等级就是稀有度等级，应该是，可能是啊，这个我不太确定。多周目人物装来会不会继承？如果不继承的话，那叫什么多周目呢？朋友，感觉能打 MOD 吗？官方说就是会开放个人装备的 mod 呢。街上有哪些随机事件？我找到的随机事件就是帮派火拼，几个人不是帮派火拼，是好像是三四个帮派小混混在打劫一个女的，然后我冲着那个女的，我把那些帮派小混混给揍死了。那个女的在战斗过程中跑了，都没有感谢我一句。是网友马赛克不？没有马赛克。可以进入的房间多吗？还挺多的，我觉得。NCPD 多不多？挺多的，挺多，时不时
时不时能看到警察，大家关注一下啊！我的关注数怎么还不上呢？啊，我觉得我快到这个十万关注了吧？怎么是我这个弹幕机不更新了吗？我看看711啊啊，是我弹幕机出问题了，没更新。行行行，那我就舒服了啊！可以抢劫吗？我是个良好市民，你让我去抢劫？试玩过程的这个加载画面一共有这么几个啊，例如你刚进入游戏的时候有读条，读档的时候有读条，死亡后读档有读条，然后快速移动的时候有读条，而且你在读条的时候吧，它的那个画面不是静止的，就是一个像是一个镜头，然后在拍摄叶之城的某个角落，然后就是有一些动态的这个画面，比如说你能看到这个广告牌的闪烁呀，或者是这个街上红绿灯的变化呀。而且睡觉的时候没有读档，你睡觉的时候就是可以越过很长的时间嘛，或者是你那个自动调整时间也没有读档，非常的强。游戏中有很多熊孩子嘛，并不是特别多，可以冥想吗？可以冥想，冥想就是跳时间嘛。碰见创伤小组了吗？碰到了。主角还是穿衣服睡觉吗？确实穿衣服，就是直接你进屋然后选择睡觉，你就直接趴床上了。有几种手雷，目前我就接触了一种。体验快乐女孩吗？没有，很遗憾是吧。路人对话重复度高吗？重复度不高，但是有大部分路人他的对话量也不是特别高，就可能一两句。剧情是不是没过场动画？大多数没有。其实它的过场动画就是固定的对话，就是过场动画嘛，只不过在这种对话当中你可以随意的调整镜头，所以你也感觉不到是到过场动画的环节了，非常的爽。路人有中国人吗？应该有。可以和公司代理人战斗吗？好像没给这个选项。可以嗑药吗？可以嗑药，就是回血嘛。走在路上会像猎魔人一样被骂吗？不会啊，他们都说哇，那就是一个帅气的主播吧，他们都是这样跟我打招呼的。目前来看剧情怎么样？挺好的。武器皮肤怎么样？我在试玩的这个时间内武器没有改装系统，没有改装系统，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皮肤啊瞄准镜什么的。街头声誉提升快吗？我感觉还蛮快的，可能是游戏刚开始玩的原因。做坏事会上新闻吗？应该不会吧。那试玩的时候你能做的最大坏事就是开车撞死人呗，你要是能做出这种事儿，估计你平时也不看新闻吧。新闻都炸了，你选的女性胸大吗？自己体会这个笑声啊！哎，我刚才说了啊，捏人的时候没有马赛克，知道吧？知道我的意思了吧？有四文鱼吗？我去，那多出来的一文不值吗？城市科技感强不强？非常强，非常强。然后多出来很多东西，我给大家看一下。找一找，找一找。48分钟演示视频，就是有一个片段啊，在，哎呀。这是漏点环节。哎呀，当这个创伤小组成员下来之前，这个飞行器前面会出现这个红色的安全区域，就特别的爽，就是你能感觉到这种全息光影的这种效果啊，非常的爽。靠，太近会被攻击，会被攻击，你会被那个他们用那个电枪射击，然后你就在原地被电到了，就电到了。你被电完之后，等创伤小组走了，杰克还在旁边吐槽你，哎呦，你刚才就应该听他们不要动，就非得被电一下才行。我忘了他原话是啥了，反正就这样。枪械子弹容量还行。怎么样？子弹容量没太注意，不过子弹不缺，反正我这个试玩过程中没缺过子弹。有场景破坏吗？没太注意，玻璃是能坏的，墙啥的没太注意，真没注意。有没有手爪？手爪好像有吧？手爪是什么意思？我有手啊，钩爪呀，钩爪好像没有，没发现。大型商场暂时没看到。近战武器多吗？出乎意料的多，之后的视频中会有提到，非常的爽。都可以加装消音器吗？我没有用到武器改装系统，所以也没办法回答。可以全裸奔跑吗？你可以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吗？我没太注意。好像不能吧，有打底的衣服可能。还有没有滑铲？滑铲是有的。为什么我可以试玩？可能是拼颜值吧。有侧头吗？探头啊，探头好像没有。翻墙动作自然吗？挺自然的，我都快着火了都，自然。打桩会像巫师三一样有地点吗？有特殊地点。建筑物能进的多不多？还可以。坏土到底有多大？心有多大，坏土就有多大。 V 动作灵活吗？会摔吗？摔没摔过，没摔过。试玩是流畅吗？出乎意料的流畅，我以为会很卡，但是出乎意料的流畅。可以吃东西吗？可以吃东西，就是回一些血什么的呗，回一些属性。存档没有限制数量吧？我试玩的时候没有限制数量，不过我也有可能是我没达到这个最大的数量。敌人的 AI 是固定还是随机？这个问题就很佛性了，我怎么知道啥是固定还是随机的呢？我要不问一下，哎，你的 AI 是固定的还是随机的？棒，我死了，读条。可以 NTR 吗？NTR 是什么意思？脑瘫人。主播能说出印象最深的技能或者一体是什么吗？我都没有什么印象，根本就没有印象最深。能看电视吗？可以看电视。能进行掩体射击吗？他没有说像 Division 2 中文名叫啥来的，全境封锁2，那个游戏它有这个掩体的选项，但是你可以躲在掩体后面，就直接蹲在掩体后面啊。全境封锁，对，全境封锁。妈个鸡，这个名字太难背了，我要写脸上背下来。2077可以逛街吗？可以啊。可以结婚吗？可以啊，我和朱棣不就结婚了吗？一体改造有限制的吧？应该没有限制，我就两个一体。暗杀会像劳拉一样需要升级吗？不需要吧，但是你升级会有这个暗杀的一些技能。有没有召唤机甲的系统？你可以玩隔壁的守望先锋去召唤机甲。怎么会有呢？你想想，如果有召唤机甲的话，这不就军方什么的都用上这个技能了吗？技术。以后有联机吗？有啊，有联机。人口密度啊，我个人感觉人口密度跟那个 GTA
GTA 5单人模式差不多。播到几点啊，老铁？播到我这个人气降下来为止。我长得帅吗？我不知道你长得帅不帅，我知道我长挺帅的，反正要不然朱棣怎么能看上我呢？画质如何？画质挺好的，串流嘛，也不能要求太高。缩水怎么样？缩水跟那个演示视频其实差不多，没有特别明显缩水。马币还是新币？欧元吗？不是。能玩手机吗？你可以开着游戏玩手机啊，就暂停自己玩手机。有子弹时间吗？好像有吧，我没用到，因为我这个试玩嘛，技能啥都没点上。有好感度吗？反正我对这个游戏好感越来越高了。沉浸感如何？还行，我都快腻了，我都快溺水了。我是躺浴缸里面玩的是吧，越感觉沉浸头越低，最后溺水了。朱迪怎么样？挺好的，技术非常好，我最近都有点虚。试玩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就是时间给太短了，我希望这个时间被定为三天三夜。可以坐出租车吗？哎，这个功能没有试，好像也没有这个功能。但是我也可能就像那个 GTA 5一样，你可能要认识个出租车司机，然后你才能给出租车打电话。但是你有车呀，你坐啥出租车呢？夏虫，你喜欢玩什么游戏？就是既便宜又好玩，还能给我涨粉的游戏。能买车吗？我在试玩，试玩也没钱买车。走在路上会有人挑事儿吗？目前还没有。遇到了艾弗林帕克吗？没有，我没有找到他，还没有玩到那时候。你打 NPC， NPC 会打你吗？ NPC 会杀我。车需不需要加油？好像不需要吧，太现实了吧，朋友。能打多少分？我在我心目中能满分，但是客观来讲，你要是算上 bug 之类的，从试玩的片段来说，75分是有的。主要是试玩有很多功能你没有完善体验到，但是你知道它在哪儿，你就会有点期待。建筑里面有贴纸吗？贴纸很多。血腥效果怎么样？挺血的。有几个传送点？挺多的传送点，就是你开一会儿就有传送点，感觉密集程度可能比巫师三还要多点，感觉密集程度像是那个巫师三里那个群岛的密集程度。哇，感谢一天之门吃瓜100，谢谢朋友们，我先去上个厕所，马上回来。